你总算来啊！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代志啊？你敢不知道我今日真无闲？敢讲你的代志比今日发生的更加大条？代志关系到我的权益，当然大条啊！不是啦，我是讲关系到你的权益。你想看卖哦？大兄即马失踪啊，爸又搁剩一口气尔。万一两个人拢无去啊，五三集团是要安怎？你会当摕到偌济？这就是全部的重点。五三集团规模这么大，有真多代志早就安排好势啊。但你的头壳想会到啊，早就袂赴啊。嘘，代志不是戆人所想的这么简单。那不是我家婆早来这关心，发现这么大的秘密，我哪有可能这么着急叫你过来？来，你先看卖，再搁讲。这内底是啥？就算讲是阮爸遗像，嘛无可能事先知影内底内容啊。我啥？廖蒙兹，你也是内助呢？敢那是遗像的影本，我哪有可能摕袂到？你讲这内底是阮爸遗像？正经我伫咧做记者的时阵，抓到这个鲁肃的长头，我就甲伊交换条件，伊就甲影本交出来。文爸竟然把他手头二十八的股份都交给阮哥，安尼就等于是把经营权交给伊啊。阿公，阮哥若是有啥物状况，就交给伊的后生来继承。竟然当作无我的存在，就是啊，我看到这嘛是几百道火。恁爸哪会当这么偏心嘛？啊，迄个王一林就还袂认做鬼宗啊！难道是我爸肚内底有母家的亲孙呢？伊哪会当安尼无关恁这帮的死活？袂输你，毋是母家的后生狗。我当然是阮爸的后生。即马母家敢若剩我一个，嘛只有我会当甲吴三姐打起来。星星哥，就听的。放手啦！我不准你以后再讲这款话啊！有听到无？有。既然把所有财产都留给大鹏，无留给我，我嘛是不该好心啊！有啦，来，你看，这有剥夺继承权的条例。什么条例？来，你看这哦，参照民法第1145条，可以让子女的继承权丧失，如果子女极为不孝，对被继承人有重大虐待及侮辱或害人。家的，你拢有。搞到去啊！是咧，甲你说明啊，你即卖的状况对你真不利呢。可恶！竟然咧对待我！那我这几年打拼到底算啥？啊，我阿你出过新片一个风头的代志，你敢有甲啥物人讲啊？啊，若无这武惠峰，里面那时间抓准准，甲你还阁白喊两针对。我无啊，我无甲任何人讲啊，我只有叫汉良去甲我回合啊。啊，而且汉良伊嘛无可能甲别人讲啊。我是临时叫落来去订的。也无可能泄露出去啊！啊，这个不会红宝贝的人到底是谁？这么厉害啊！公，我看你身躯边吼，一定有内鬼在甲你出卖。对喏，伊无可能出卖我。威弟啊，这台新通话贵的人哦，我一定要甲你抓到。啊，若无我所有的计划拢叫伊知影，是真危险啊！武惠峰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人物，他如果真的要对付新民，你是要怎么提防啊？惠弟现在已经倒下去了，你也不需要紧张啊。接下来你就要跟新民见面，讨论未来是要怎么合作，把场面稳调的。等权利若是落调的，还是搞到底是谁把消息泄露出去的，有那么要紧。到时候再偷偷调查到底谁是来鬼就好啊！无唔对啊，即马大家要哪合作才上重要？
差一点我袂记得这件代志。惠芳用用收到简讯，家通风报信，伊才知影去掠万新民甲白汉俩，到底谁该通知的？敢讲惠芳私底下有啥物安排，是我唔知影。一个红色，一个后生啊，拢无法度信任。除非亲戚朋友，我若无奈知影惠芳手机爱号码，对，就是这条简讯。知影，这个手机号码是啥？咱两用一杯酒，庆祝咱的亲戚。明仔临时董事会，我给你设计做代理董事长。我来开啦。导演来，阿玲，多谢。阿玲的手机啊，莫放伫个桌顶啦，那无等下去有伤兵拔掉就不好啊。啊！来，咱庆祝明仔计划顺利。对，咱一定要好好团结起来，才袂去有别人徛空。干杯！绝对顺利的，咱两边佮加上阮妈，还佮其他独立董事的收听，也无人竞争。最后一定是我当选代理董事长，到时阵咱就当完全掌握武山集团啊！信贤，你画这块饼画到这大块，佮阮爸来合作，嘛毋知影这块饼咱到底是食会着还是食袂着。啊，毋过我会注意。你莫想讲利用阮网咖了，你着船过水无？咱先莫想遮尔好，先予咱这只船开出去，爸爸，来。吴信贤已经甲阮朝元交接。准备伫个明仔临时董事会抢代理董事长的位置，请提早做好准备。你毋是伫个洗身躯？你用嘴啥骗我？我若无好计划啦，哟，你哪会知影你偷藏代理的手机啊？你还想要通知邓文瑶做准备？你是安怎要反背我？因为我看袂惯，是你做甚物代志，拢是为了你啊！吴信贤才能害死静瑶，你煞遐尔简单就原谅伊，搁要替伊夺权？我当然要通知静瑶因提防啊！你是胡白讲啥？你想要听静瑶，甚物敢都免顾啊！虽然不幸的是真笨手啊，但不过若不是伊早来通知咱，讲生命有危险，生命即马才有世界不回头出头，你知影无？但我欠人这么大冤屈，敢免还？加上生命甲白汉良咧做伙，去互不解人知影，一定会去互人利用啦。我唔只会选择讲去提醒伊，
我这是来救神明的，来救咱的查某囝的。你是笑啥？神明甲白向良，去互宝向撞着，迄个宝贝也是你，我唔着。你是安怎，要来害家己查某囝？神明是你的宝贝呢，是你疼惜45年的查某囝呢，就当讲有什么代志做唔着，你嘛袂当借别人手来教示伊啊！45年啊！你讲唔对啊！年轻算起来，神明陪伴我，只敢那有36年尔。什么36年啊？神明今年已经45岁了呢。你是对车祸迄年开始算的？咁讲，车祸进前的代志，你拢想起来啊？我出车了，什么感觉？伊就对我有一款千丝万缕的感觉。你嘛捌怨叹，讲我失去记忆，嘛失去对旁边的敏感度，你感觉真可惜。若是我会当恢复记忆，安尼毋是应该是一件真大咧欢喜的代志。想做你看起来，敢若真惊遐，敢若真惊我恢复记忆。啊，拢已经是遮侪年的代志啊，我早都已经放弃你会当恢复记忆的希望啊。啊，你像安尼讲，我毋只惊一个。我出车祸的时阵，生命才够会呢，所以我讲，伊陪伴我43年，安尼有啥物唔对？现在你会这么惊吓？你什么时阵变啊这么无胆？哪有人咧算的啦？啊，车祸前后你唔拢是同一个人？你确定是同一个人？你什么意思啊？生命交会进前。照顾伊的地锁丸，甲即卖地锁丸，你甲当天酒抓是同一个人。你失去之后，确实个性拢改变真多哦。我唔是叫地锁丸。